音乐一下，超热短裤搭配修长的美腿，这一组女子团体一出场，让台下的青少年惊叫连连。尽管脚踩着高跟鞋，让舞步和节拍有点搭不上，参赛者太过紧张，但接下来的这两组就显得默契十足，分别拿下了国中组的冠亚军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，应该大家都不可以抽烟，那这样才可以拥有身体的健康哦。那女生就是要不能抽烟，然后不要嚼槟榔，这样才会像我一样哦。如果热爱舞蹈的话，就应该支持自己的理想，你不要让烟进入你的生活。卫生局宣导拒绝烟酒，不吃槟榔。五日晚间举办了街舞大赛，吸引了十多组队伍报名参加。市长张通荣特别到场，鼓励青少年朋友培养正当的兴趣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尽量的让基隆的一个抽烟能够把它压低啊，压低啊，让我们这个槟榔、烟酒，尽量的大家这个少用，让我们能够回归健康的身体哈。所以今天有一个青少年的街舞来给我们做宣导。比赛的规则中，除了比舞技，当然宣导主题也是评分的重点。不少队伍自备道具，还自编口号，活泼加上创意，获得评审的肯定。我们今天一共有16队的学生哈，有5队是国中的，11队是包括高中和大学，他们都能够把今天的活动融入在今天的舞蹈当中，用队呼呈现出反烟啤酒。透过这场热舞大赛，同学们尽情地散发热情。热舞也成了他们纾解压力的最好管道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戒烟只听我听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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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者黄少明采访报道。